下上下上，甩动是平，就这个地方放一个定点，你知道？甩动是平，对，你就这样一动，带动作带，对，动作带，从琴的上方打到琴的下方，这样。哎，你们手上不是有平衡吗？有没有？不要画完了。Thank you.
在个东西的地方，所以啊，不是，就是我这个刷的这个图片哈，它对它有哪一个因素？我就当当当当时拉翘的，你要刷的，这看得懂？我是先教你看得懂，因为我有多多一年的时间啊，我人都在，随时来点哈。来，我们再来试哦。等一下，我们再唱曲，我们先用念的啊，把拍子对好。五六七八。纯粹用唱的，这样可以吧？